定挨十拳也不愿意挨一肘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武当十三式太极拳当中的太极八法肘的这个动作。好，我们来开始学习，接上一式的过渡动作，挤出去，身体保持中正。好，以我们的腰带动我们的肩，带动我们的手。好，右手画半圆，在画半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记住你的膝盖不要超过自己的脚尖啊。走，一画半圆，收回来，收脚。然后第二步的时候啊，右脚往下震，震的时候是一个自由落体。好，然后右腿为实，左腿为虚，就是虚掉，虚掉。好，以我们的腰带动我们的肩，带动我们的手，走，做一个蓄势的一个动作，整个身体要成一个什么呀？反弓形，身体松沉下来，然后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一点，上步顶肘，走。好。整个啊，手上的动作啊，下面是一个握拳，看到没？握拳放于我们这个胯，好，然后左手握拳放于我们的这个耳朵旁，肘关节顶出去啊，下盘呈三七步。好，看我把这个动作完整的演练一遍。好，调整好自己的呼吸，走，一画半圆，正脚摊手，走，蓄势呈反弓形，御前先后，把力量集中在一点，走，发力。好，收回来。在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特别是强调我们身体的这个核劲啊，如果你这个劲是没有的话，建议大家多去站站桩。